啦哩啦啦啦 ，CNS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于斌，平时的兴趣爱好是唱歌、跳舞、吃美食，还有电子竞技。大家都叫我是吃了橡胶果实的男人。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其实我从开场到现在都在进行着一件事情哟。嘿，这才是正常的状态哟。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。欢迎你们来模仿跟挑战我哟！既然我的身份已经被你们发现了，那我就再做几个只有吃了橡胶果实的人才可以做到的动作吧。动作一，动作二，动作三。以上几个动作呢，都欢迎你们来模仿跟挑战。最后，我希望大家可以记住我，我叫于斌，希望可以把你们宝贵的一票投给我哟。